无论价格也好，啊，像琴酒这些东西就不一样，好不好？一般用白酒。你妈生的是六十吗？我是疼啦，我是疼啦，我的羊毛比你那侪啦，你羊毛比我轻啦。那三个，第一个步骤就是瘦肉加食盐 NaCl， 然后加抗坏血栓，要做香肠用的嘛？对，中式香肠用的。那这样看起来不会很难做？做这种去的话，不会啦，应该很简单啦。那之前在家有做过自己做香肠吗？没有没有，第一次做，这个是处女座。回家做，那可以至少过年之后可以吃得到。对对对，应该可以。还有腊肉，不止香肠。对啊。好了没？自己好了，对。算它的费量吗？对对对，这会很复杂，算它的量多少？其实不会啦，它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基本的数学换算，它就是因为老师上面的配方跟这个配方它有一些变更，是，所以说老师在算的时候呢，需要换算一下，其实还蛮好算的，对对对。哇，这东西真的很方便，那这个喝了，这地方喝了，这是老师准备的，准备，对。这帮起来会不会很困难了、不会啊，很好玩啊，很好玩。所以说这第一次做香肠吗？对啊，第一次啊。你真要用吗？你不用问我扣很有趣，就定要好。对，哇，主要是加很多胡椒，像胡椒味道，新香料，而且要炒过调一香。那您做好都是回家要晒干，还是要先晒干？先放一个两天，先要腌，对，先要腌制两天。先放冰箱放冷冻。哦，再晒干，那晒要晒多久时间？晒到硬的，肉变硬的就可以了。哦。特八点。特八点。阿弟呢？这个是那个腊肉，对，先把那一个腌制的料，把它均匀的抹在那个肉上。这样做好可以保持多久时间呢？你这个腌在冷藏冰箱放两三天，让它入味之后，你就可以拿来晒一下，晒让它表皮稍微干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就可以吃了。对对对。所以说，像其实过程蛮方便的。对。那到时候先会晒干，就会缩水习惯。没有，不会晒那么干，因为我们直接会冷冻。哦，那是有阳光就晒个一两天这样，不能晒到出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会太干，老师说。这条线要金等，金等，要半两条金等。